嘉丽，嘉姐，各位同亲，大家午安。今日足欢喜，甲大家来到这探讨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咱会了解每一个制度拢爱根据吼，根据这些法律也是规章，这拢是一个约束。那无内部来做一个监督，来做一个控制，有当时啊所定出来这个制度无啥路用啦。所以讲，若要定出来制度，都要有依照这个制度来执行，来做，安尼才有路用。所以讲，咱即马伫财务上用这个会计的记录，依照这个记录来做执行，来做评估，来做一个控制，是毋是有达到咱这个目的？这拢是爱用会计。所以讲，咱这个会计甲内部控制啦，咱会使了解讲是一个管理的工具啦。若要看出一个企业经营好还是歹，那是爱看伊的财务报表，吼，爱用了解讲经营是趁钱还是了钱。拢是数伫财务报表的数字，拢会有法度好看到。所以讲，这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关，实在我足重要的。希望大家我会了解，吼、哦。大家今日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关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让大家较清楚咧，较了解咧。实际上一般商学院来讲，应该拢有读过会计学，有诶。商学院毕业的学生，你甲问会计制度，伊也无一定会知咧。伊可能有当时啊讲，我会晓记晓，对头啊做甲尾。你若讲甲叫介绍一个会计制度，伊可能有当时啊话雾沙沙。这就是因为伊实务上较无了解。那么实际上，在管理方面啊，制度就要紧的。所以，咱大家可能看出来讲，咱今日会讲的主题是会计制度，实际上必须跟这个内部控制有相关。所以，咱后尾有一寡实例要来甲大家做探讨。
下一页。今日啦，要甲大家探讨啦，有差不多六点啦，吼、哦，分做六点。咱要讲基本的概念，啊，要讲啊基本的概念，啊，甲再来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过来讲会计政策。啊，第四点啊，要来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啊，第五点，再来讲内部控制的目的甲内部缺失的风险。啊，第六，有一寡实例啊，来做大家啊做啊探讨。啊，我们再下一页啊。啊，即下要甲大家讲，什么叫做啊会计制度？头啊，我也有讲过，会计制度啦，拢甲法律有相关，啊，那是爱甲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一般商学院在读，一般的学生无重视这个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伊是讲，我为头啊也要做小啊，为啊编报表啊，我求出来赚钱了钱偌济啊，考试我考会过就好。实际上，咱大家爱特别了解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吼、哦，这就是咱要做啊会计啊要安怎做，啊是依照这个会计原则来做。伫遮，我要甲大家讲，有当时啊，咱公司请一个会计师。A 啊，请这个 A 会计师来做，赚80万。同款只个小，摕来予 B 会计师来做，赚100万。是安怎来安呢？有诶讲啊，这是无啥可能。实际上，这是足正常诶，这就是啥？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若有了解，这个 A 会计师伊的认定，伊所用的方法，吼、哦，无一定同款，因为伫会计这个处理中啊，有几啊种方法，拢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拢会使用，啊 A 伊较偏好这个方法 ，B 可能较偏好另外迄个方法，啊，上简单讲准会来讲，大家可能脑力做生意的拢会了解讲，我厝的这个老了啊，这个会卖不出这个准会啊。存的债会成本是安怎算出来？那 A 会计师讲，啊，你都进来的，甲卖出的，加加的平均一个，即马存偌济？第一批进入来较贵，第二批较俗，第三批佫较贵。哦，安尼三批加合合的，啊，甲平均一个。安尼是咱的成本，这个 A 伊要用安尼来算，啊，这个 B 的会计师伊认为讲，安尼，因为即卖物件啦，
得批买入来，啊，若卖无了，诶，新诶物件阁出来，诶，啊，得批，咱若要阁做生意，阁进第二批，啊，物件介绍又阁跋足济咧，所以讲即个介绍啊，是毋是爱买入来，都爱买出来，剩偌济？啊，即卖现在因为新的物件阁出来，啊，咱进入来才会存留落来才会花啊，无俗俗啊卖出去，才后悔才变笨手。愈来新的物件愈出来，你的计数才愈薄，所以这个会计师伊的想法讲。你就要算这个成本啊，要去考量到讲市面的计数，好，从这两个关系来讲啊，所以伊算起来所赚的钱无一定同款啦。所以安尼，咱大家可能我会去了解讲，什么叫做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伊无违背到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拢会使哩。啊，有诶，国讲，伫学校咧考试，答案拢共款，啊，哪会安尼？啊，实际上学校咧考试啊，伊个假设拢设定好啊，吼，伊就甲你讲，你爱采用虾米方法来计算？哦，有诶讲。你要采用先进先出发来算这个成本，啊，你那是用平均的方法来算这个成本，一定无同款嘛。哦，所以讲这点我爱予大家啊清楚了解。哦，啊，咱即马，哦，咱即马会计制度啦，是我咧制定啊。会计的循环的作业，啊，甲会计政策甲方法的选择，啊，咱头拄啊咧讲，那是算于方法的选择。啊，什么叫做会计政策？会计政策就是讲，咱那是特殊的情形，那讲现在。啊，无钱啊，咱必须爱做这件代志。一般啦，政府机关拢用基金的方式来处理，和咱来定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安怎来募集？吼、哦，啊，有诶讲啊，用向国外来贷款。啊，我常常咧讲西丽大桥啊。咱台湾向沙特阿拉伯借钱起这个西丽大桥，啊，西丽大桥应该是咱台湾第一座收费的大桥。哦，为只贵啊，收十块啊，是二十块，安尼收，收到够啊，啊，这个啊，就免收啊。实际上啊。啊，一般咱所知影的啊，目前来讲，这遐好康的物件，连马总统去伫台南讲要深化的这个收费站要废掉，啊，伊的竞选。迄后签名，到尾来讲无准算啦。类似安尼吼，咱就了解讲，这好康个足济个啦。安怎好康足济？一台车收四十，有诶收啊大卡车啊，佫收较贵。啊，迄个拢无共款。啊，有诶四十，啊，有诶六十，有诶八十个款。
好，你咱就会了解讲，有诶国外，我所知诶，咱以前李登辉总统甲南非啊诶官方啊，以前还袂歹，南非诶官员来台湾参观了后讲。哦，台湾足好康，过一段路就咧收钱。南非遐个官员转去尔讲，安尼，阮南非若来学习台湾的经验，所以即马南非的公路啊，差不多拢咧收钱啊啦。啊，这就是啥物？情形，这就是讲，这我咧甲人民剥削啦。实际上，人民交税，你是爱做路啊，做桥，予人民来使用。哦，咱买车啊，去这个牌照费，啊，那是咧立这个啊。等于你爱做桥啊，做路向我使用啊，我有开车，我来纳这个税，啊，你唔得是合理。啊，即马唔是啊，即马讲常常发明一啊一句讲，诶、欸，咱有诶听听讲，嗯，安尼那是对啊，讲使用者付费啦，啊，用这个观念来甲咱讲啊，使用者付费，啊，恁大家爱用，恁就爱付钱。欸，如果這樣，咱也攏賣予政府去甲咱鬥三工，這樣我毋著免納税金，是毋是安尼？啊，使用者付費啊，啊，我無用著，我敢一定愛納税金？吼，這個觀念吼，所以有時啊，伊愛收，算講攏選伊有利的。才来讲一件代志啊，啊来教咱这个观念啊，啊实际上，咱是有交税金，你就爱去甲我做好，唔才对，唔是讲哦，这条开这条路，啊你就要多收钱，吼、哦，这就是啊，甲大家啊说明一下安尼吼，啊咱即马过来讲。政府的啊会计制度，啊，咱今要阁讲政府的会计制度啊，因为这个政府的会计制度啦，是来啊辅导政府的预算管理的工具啦。因为以这个会计制度，咱照政府的收入啊来编这个预算，啊来做一个管理的。啊，工具啊，这就是我咱要来执行政务啊，来控制这个资源啊，做一个有关的规章啊的规定啊，来设计一套会计记录甲报告的方法的处理的准则，安尼咱叫做啊政府的会计制度啊。最主要，咱这个预算啊，通常这个预算的制度啦，要达到控制政府各机关税入甲税出的目的，啊，符合法令的规章，啊，来提供决策者哦，决策的参考，吼、哦，这实在啊。足重要嘛！那一般的原则，咱有偌济收入，应该做偌济代志，唔是像即马人流氓政府啊，先做啦，先用啦，那收入无遐济，啊，就来借钱啦，啊，咱即马。诶，迄个叫做啊公债啦，
已经大家讲，咱那依照顶年审计部的报告，咱阁行啊，阁那照安尼直直发展了，咱阁花啊，阁头64年啊，咱的债务要还袂清啦。所以这也足严重嘞，吼、哦！咱诶，一般会要做这个，这都是问题，都出伫虾米所在？一般正常啊，税入甲税出啊，它都平衡啦。咱也惊讲收50亿，咱规划头用咧。49亿，安尼咱有存，啊国家啊免定下个老百姓啊来借钱，啊是国家搁举债搁来啊向外来借钱，啊这阿摆那是咱人民爱行，所以讲这是我足重要的，啊那有诶讲。啊！咧还债务的，算讲啊，财政部长，伊就爱去了解讲啊，咱未来的税收有偌济，啊，未来咱要做啥物代志，啊，各单位啊做一个统计，啊来划分这个。啊，税入甲税出，啊，这个主要，吼、哦，达到原则上也是平衡啦，啊，平衡，袂使阁追加预算啦，啊，流氓政府啊，啊，天天大个工程，啊，惊讲这个工程做5年，啊，上头做1、2年，哦，照这个预算。啊，到尾来讲啊，安尼袂使哩啊，因为啊，物价阁变动，啊，要来追加预算，常常啦，用追加预算啊，啊来，真正是咧掏空国库啊，我的感觉是安尼，啊，那咱民政府执政落啊，应该这个追加预算啊，这个的风险啊。都爱好厂商家己去负责，这安怎讲？你实际上厂商要来投标，你爱考虑讲未来的风险，拢爱考虑着。吼、哦、啊，你来投标啊，来做这个工程啊，这诶，咱所讲的。咱我较会接受，啊，唔是讲现在足济个啦，足济这个拢追加预算，有当时啊来回避这个吼、哦，控这个审查吼，啊，机会各方面的啊，迄、那个审查，啊，咱过来讲啊，介绍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实际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咱爱简单有差不多啊，咱列出10个啦。第一个就是企业国体的假设，啊，这个咱要来讲，就是讲一个机关也好。一个公司也好，就是公司的钱，甲头家来讲，讲啊，我是头家，这个公司是我的，啊，我开什么钱，拢予这间公司来报销，安尼是袂使的。个咱啊机关来讲，一个首长，伊。有伊个配备，吼、哦，有伊个用车，
那礼拜日你要用车，歹势，你家己开你家己的车，用你私人的油，你家己去加油。这才是未来咱若爱行到这个情形，袂使讲伊休困的时间伊要做私人的代志互咱老百姓来纳税伊来开咱的税这就是啥？这就是讲，虽然你是公司的董事长，你公司拢你出钱的，有的人讲我要用一个，那也袂使，实际上袂使。会计制度内底，你私人要用的钱，你爱家己去付，袂使叫公司来付。吼，这点，因为咱现在中小企业有的也未接受到这个观念啦，以后必须要有这个观念。这间公司是公司，公司的账就是开公家的账，伊有伊的制度有伊的支出收入你私人要用的。就要有私人的开销我所知道在外国公司里面有的董事长他自己私人有自己有车他如果是拜六礼拜他就开自己车出去了如果普通时为公司在做事情当然公司有公司的车这个观念慢慢啊，大家那是爱有了解，吼、哦，袂使讲这间公司是我的，我要安怎用是我的代志，恁袂使来甲我干涉。实际上，会计制度啦，都甲你讲，这是企业个体者，你那是企业，就是企业来开。你私人、个人那是你个人的代志。吼、公司有发薪水，你的薪水你的生活、你的开销是你爱为遐来支出。吼、这爱了解。第二点啦、继续经营的价值，所以继续经营一般来讲，咱公司设立的时啦。拢是咱家己大家思考看卖，你哪会要开这个公司？是毋是你认为讲这个公司，我开这个行业的公司，我上把握，我有可能咱开的会赚大钱？拢有这个，你才要去开嘛？无哪会要开这个公司？开这个公司就是讲，那要来开这个公司，咱就是讲这个公司我足巴合的，我来到我一定赚大钱。所以这拢是继续经营，可能20年、30年、40年，这就是因为咱爱这个爱。继续经营的价值，因为有当时啊，伊买生产的机械来，这个机械会使咱的生产线内底啦，头用咧10年，你袂使讲我这个公司3-5年啊，就要收啊，所以讲伊这个咧算这个成本啊。那是要用10年来摊，讲这个机械都会使用咧10年，我着用10年来摊，一年来摊偌济钱，来做成本，作为这个支出。所以讲，这是叫做
继续啊经营的加息，吼、哦，啊，咱这个公司收入啊，就是有的是永久的，啊，实际上啦，那伫咱台湾来讲啊，因为早期啦，有愈来啊，我有这个现象啦，我有这个。实际上啊，一间公司啦，那三十年、四十年，应该拢啊真了不起的啊。啊，实际上，若有讲专门啊，专门咧卖发票，专门咧卖发票，伊迄都无考虑讲继续，伊讲啊，公司开落啊。发票领咧，啊，再来卖发票，啊，若卖发票啊，差不多有诶新公司设立发领着发票，三五个月就结束，三个月就结束，直直换啦，啊，直直换，啊，因为较早无电脑啊咧做票啊，往往啦。这款迄个做卖发票的公司啊，较歹发现着，较歹处理。现在啦，较无可能，应该讲较无可能。但是我有诶，我有，但是较少。一般诶公司啦，我唔敢现在，因为这是啊违法的代志啊，唔是干那罚金尔，我爱判啊刑事吼，爱判刑吼。这啊，咱起码讲过来讲，汇表单位的伊加息拢以啊汇拢以汇货币啦，拢以算讲钱啦，咱惊讲。买这台机器，伊就讲，咱迄阵啊买新台票啊100万，哦，啊，咱就是用这个新台票为这个单位来讲，咱这台机器是100万。啊，即马买100万礼拜，即马今仔是1月7日100万，甲12月31日。咱的销铺上那是100万，啊！但是咱已经过一年啊，过去爱有会折旧，实际上偌济钱？吼、哦，那讲即台过去，那用咧10年，啊，都要用一年啊，咱就爱摊啊一年的折旧啦，啊，一年的折旧啊，咱都要用10年啊。对啊，今仔讲咱这台机器无迄个叫做残余价值啦，无迄个叫做迄、那个啊买来价值啦，咱就是讲啊好，拄啊10年啊一年来摊10万，啊这10万叫做咱的成本，咱的费用叫做折旧，吼、哦、啊类似安尼，就是讲咱就是用这个拢用这个汇票吼的单位来衡量啦。啊，即卖过来看，这个币值啦，无变的加息。伫经济学，在这个经济学的中间啊，一般拢是物价啊，啊，拢会起价啦，咱所有的物价啦。正常的在经济学的观念拢会起价，啊，汇即咱即个钱啊，拢会贬值啦，吼、哦，啊，拢差不多一般咧讲，有诶就是讲甲利息啊，我有相关，吼、哦、啊，有诶人讲啊，我若惊讲趁钱有法度趁过即个利息，
啊，我着借钱来经营。啊，有诶讲，我若趁钱无法度还即个利息，啊，我着迄个加速倒闭嘛。好，啊，即着是讲，咱有诶讲财务上诶迄个啊杠杆，吼杠杆原则啦，吼。啊，即着是爱家己。咱爱家己注意讲，有当时啊，伫较保守的，咱啊拢卖甲银行借钱，啊，咱来啊经营，啊，咱诶都有相当诶利润，啊，这个利润啊，卖讲要有贪，有诶人拢讲想讲，我银行关系遐好，啊，我啊来借一个钱，啊，我若来。有迄、那个啊，而且我赚的钱付的过，我着搁赚较侪。实际上啊，那是爱了解啦。啊，咱这所谓咱讲的，就是币值啊，无变吼。这个小坡所下落，要来加起100万，着100万，吼、哦。啊，伫小坡拢100万。啊，实际上咱有即句啊扣掉。啊，实际上，咱扣掉10万，啊，剩90万，这我拢会伫小铺上看到啦。啊，这个会计期间的加息啦，啊，拢咱啊，一般在有的国家所定的会计制度的时间点无一定同款。啊，咱是1月7日到12月31日，吼。啊，日本拢是4月7日，所以咱大家可能拢了解，咱台湾和啊，咱台湾日本甲咱台湾并入啊来啊并入伊个领土的时间是。1945年4月7日，这大家拢知影嘛吼？好，1945年4月7日，啊，因那个天皇诏，那个叫天皇诏书啊，啊，甲咱讲讲，啊。可能咱上课大拢知嘛吼，啊，诏书讲台湾是他的领土，所以咱台湾人爱去做兵，啊，爱去啊纳税，啊参加因的啊政治的活动，啊，咱照因的规定，咱。迄、那个参议员啊，爱派3个过去，有迄个规定。啊，我众议员派5个过去，而且诏书拢有写。啊，所以讲，因的会计年度是4月7日。啊，咱现在是1月7日甲12月啊31日。实际上啊，伫啊，欧洲这边的会计制度啦，无一定定的这个日期啦。我所知影的，啊，你的公司，你会使家己定。我那是8月7日，工厂设伫遐，我开始运转，我去报销的。8月7日开始，到明年的7月31日，这是我的会计制度，我会接受的。吼、哦，伫外国吼、哦，较有诶，迄、那个英国系统诶公司啊，伊诶会计制度啊，有诶家己伫迄个所在，虾米时阵设立。啊！伊个什么时阵要查下？即拢我家己会使
决定的，哦，唔是讲政府来甲你啊设定。啊，过来重要性加稳健性，咱这个什么叫做重要性？啊，重要性就是讲金额，因为咧做小铺啦，讲有重要无重要是安怎看？金额若大，咱认为讲这都较重要，吼、哦。金额若小，啊，这都较无重要。啊，所以讲，咱即摆来会使啊，安尼来讲啊。假设我这个公司营业额足大咧，假如讲我到一个月啊做一两千万的生意，吼、哦，啊，我就是咧做这个啊，算讲汽车服务业。啊，做一两千万的生意，啊，我即马拄啊要买一个修理车的器具啊、工具啊，啊，才开两万块。诶、欸，伊这个器具两万块，对伊来讲，我都有两千。万的一个月两千万，啊，两万块，伊认为讲，这对伊来讲，算唔是足重要，占伊的营业的数目，所以讲，这个伊甲这个物件，唔是甲列到财产，伊怎甲列到啥？那甲费用啊？列作费用，所以费用就是讲啊，我那讲，那一般来讲，咱讲去买文具同款的啦。啊，我就是做这個，啊，我文具那买一个笔，啊，这间一定爱做财产。啊，伊这个，这就是讲，伊所占的重要性啊。咱的讲，我会使安尼讲，讲伊所占的比例无重要啊，怎啊个？列作费用来介绍就好，免阁列作财产来分摊。这吼、哦、啊，阁来讲这个稳健性啦。咱这个所谓稳健啊，起码这个就是爱判断讲，起码诶，咱一般来讲啊，什么叫做稳健性？就是讲。有的人，我来搁举一个例吼，今咱有厝咧租人，吼、哦，啊，咱有厝咧租人啊，就是讲，我甲这间厝租人讲，啊，予你租五年，吼、哦，啊，租五年，咱即马就讲好，我即马租你五年，啊，这个租金全部收。租金嘛、啊，爱全部收回。哦，啊，我才租你五年。啊，咱即马咧看讲，哎、欸，啊，这个租金那全部收的时啊，咱即马就是爱讲，哎、欸，咱即马爱分五年来收呢。爱分五年，今年爱算偌济收入，啊，明年算偌，袂使讲即马所收的拢算今年的。哦，这就是讲，咱的啊，会使讲，咱即马那是爱分，袂使讲今年收。啊，佮咱啊，会使佮讲倒转来讲，所谓稳健啊，就是咱要抓这个支出啦，爱咱所有开销的啊，爱抓较痛的。收入这边啊，爱算讲确实有这个收入，才来入账，袂使讲诶，我想讲诶，咱这个计划，咱都一年会使收偌济，啊，实际上有收够无？啊，袂使依照这个计划，吼、哦，讲啊，咱的收入掠较破，啊，
人抓较胖，啊，支出这方面，而且支出较济，啊，安尼实际上抓较胖，啊，这边个付较低，安尼根本都无伫这个咱这个啊所讲的财务上啦，都无稳健。咱就是讲，要爱了解讲，咱会爱低估啦，吼、哦，较。低估咱的收入，啊，高估吼、哦，较悬估计咱的支出，啊，这诶，伫一般的情形上，啊，过来讲第七节啊，这是啊，足重要的，吼、哦。第七，成本甲效益的考量的原则啦。哦，这个就是讲，咱要考量讲，咱做这个代志啊，收入哦，这个效益有偌济，成本占偌济，啊，这个啊，收益有偌济，这是足重要。这一般来讲是成本会计甲管理会计所讲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要来讲到啊，讲咱爱考虑讲咱的成本，实际上成本内底啦，佮分着固定成本佮变动成本。啊，当然，咱即马伫遮啊，袂讲遐清楚，咱就是讲哦，一般的成本啊，佮这个效益，讲咱投资偌济啊，会使啊有。赚偌济，啊，伊这下做爱来考量这个，实际上这甲开销也有关系啦。咱若讲，咱现在要去建设一个厂，这个厂爱开偌济，永远啊有足济工厂啦，拢有这个现象。伫这个所在经营了足好嘞，真赚钱，但是伊认为讲。伊未来的发展也阁会较大，所以伊阁迁厂，阁走个一个所在，阁投资较济个资金落去。伊无去考虑到啥？考虑到即个成本佮效益个问题。啊，往往拢怎么？拢安怎？拢到尾啊怎倒去？这足济足济诶，咱一般诶企业足济咧。实际上，你有看到讲未来发展？啊，你若未来发展评估啊，即个判断错误诶时，你投资落啊，因为你即算了无好势，一个就倒去啊。这足济咧，可能大家拢会去看到这个情形，啊，这个实际的情形发生。啊，行业的特别就是讲，有的行业是咧做热天的生意，啊，有的行业是咧做寒天的生意，啊，伊的分摊，啊，有的就是讲，热天啊来做冷气，啊，寒天。再来做啊，暖气，吼、哦，啊是做啊烤炉、烤箱，吼、哦，类似这行业的特性，我无同款，这也是爱考虑啦。啊个，我真重要，这两个的观念啊，有的一般来讲，现金收付啊，拢是啥物？拢啊，伊用这個制度啦，伊就是一般咧讲，就是啊，医生啦，哦，你来看病，啊，我甲你收钱，吼、哦，啊，甲你收的，迄拢无咧计较，伊干那咧计讲，我今日就收偌济，吼、哦，我今日就收偌济钱，明仔再收的啊，有算数。干呐，现金进出有算数尔啦，叫做现金收付基础啦。
咱实际上咱现在的会计制度啦，拢采用这个啊权责发生的基础。啊，头拄啊，我有讲到，惊讲咱的厝咧租人，咱甲人收五年的租的迄个房租，咱就爱来分做五年来摊。哦，我今年伊若惊讲收50万，哦，我今年收10万。明年阁收10万，后年阁收10万，啊，按这个来算，哦，咱来算讲咱的收入，袂使讲咱刚收50万，咱今年底啦，爱阁做啥？爱做40万啊，做咱的啊爱付的这个债务，到尾伊若唔做咧，啊，咱40万都爱阁还人啊咧。啊，所以讲，这叫做啊，权责发生基础。伫迄个期间，伫迄个期间所发生的，哦，伫这个期间发生的收入，爱做这个期间的收入；伫这个期间所发生的支出，爱做这个期间的啊支出。啊，那是伫遮。加工收，咱就爱做啊负债，吼、哦、啊！人有当时啊，咱啊加负的，哦，惊讲咱啊去工租厝啊租啊两年，啊两年咱两年就付好伊啊，啊两年付好伊时啊，咱起码付出的付两年。啊，所以讲，咱实际上，咱今年啊，这两年啊，哎，就是今年付偌济做今年的费用，啊，明年遐啊，咱是加付的，啊，加付的是咱啊爱做加付，咱会要做啊，应该列在这个啊，咱的应收啊。预收的，诶，咱讲啊，预付的，诶，要做诶项目内底，咱算计付的，预付的这个啊项目伫内底安尼。啊，这就是讲款式甲现金。啊，这个唔知大家有清楚无？这个吼、哦，现在咱所有的会计啊制度，无论政府啊加啊企业机关较大诶有规模的在拢是采用这个权责发生基础，啊，有诶真正有诶单位啦，要互大家雾煞煞啦，伊诶讲法啦，有当时啊，伊要用这个现金收付来讲，那个比如讲，咱。健保费啊，无够，啊，钱还无够。伊讲啊，都咱采用的是现金收付啊。伊无想到讲，马英到台北市政府做市长的时，欠的遐个做啊，健保费拢无付，啊，奈健保费讲无够。啊，无钱，爱阁增加。啊，伊迄无付的，那依照前啊环节发生的时，迄那是算讲一定爱收啊，一定爱讨啊，吼、哦。啊，有诶讲啊，迄阵啊，法院啊判讲啊土地啊拢无咧执行，无咧处理。啊，这就是啥？北协咱。人民政府啊，伊唔付哦，啊那伊讲哦，安尼无够，咱用伊用现金啊收付咧算讲啊无够啊，实际上伊遐那拨出来了后啊，依照这个啊权责发生的基础，伊欠的遐拢拨出来，应该那边阁起这个进步费啊，所以。无了解会计的情形啊，伊敢凊彩编一个数字，讲
咱现在都啊，现在都无这个钱，爱个啊，全部会个提高。啊，实际上，那依照这个款式来算的话，应该也免去，也会杀你啊。啊，这都是真济啊，迄、那个执政这个单位啊。根本就无咧照顾咱啊百姓，所以这点啊，大家呐爱啊了解哈、哦。啊，我看这个会计政策啊，咱头摆都讲过啊哈、哦，咱就是讲会计政策啊，企业来编这个财务报表啊。的时啊，所采用的基本假设、甲基本原则、甲啊详细的迄个准则啊，啊，甲这个定数、甲这个方法啊，这個、方法，吼、哦、啊，这我就讲，咱啊需要政策有需要啊，咱无钱好做代志啊，设一个基金啊来借啊钱啊来执行。啊，这就是叫做啊，咱的会计政策，吼、哦、啊，这里就是讲为了吼、哦，为了使这个财务报表要稳当的表达经营的成果甲财务状况的变动的情形，企业团体会使选用最吼、哦、适当吼、哦、最好的会计政策。啊，咱即马过来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啊，内部控制啦，是企业机关单位内部对啊财务甲啊这个经营啊的自律啊企业的规定甲设施啦。啊，干涉的啊干。啊，干涉的啊，是伫这个监啊监核哈，监核甲这个监督单位对会计政策的落实啊，甲效率的效果。哦，起码，咱就是讲要来了解讲两个啦，伊是真密切啦。啊，重点会计制度啦，是一个理想甲标准。咱定这个会计制度是一个理想甲标准，内部控制啦是一个监督的规定。啊，主要咱来要来讲内部控制是要做啥物，就是要来这个机关吼，要来杜绝这个机关甲单位啊。的舞弊，来啊，这个舞弊啦有两种，一种是财务报表的舞弊，啊，第二种啊是啊来挪用吼，这个就是讲啊来偷用啦吼，甲这个侵占这个财产啦，吼，这啊这个舞弊内底啦有两种啦。啊，即马啊，咱再过来，财务啊报道的目标是啥物？伊即着讲做计数啦。那简单讲，即财务啊财务报表的目标是叫做啥？做计数。伊即着是啥？伊拢是管理的阶段啊来做这个啊。赚钱也是了钱啦，因会使伫这个项目中间来做计啦，哦，来做啊目标啦，这就是第一个部分。啊，这拢是啥？拢是这个管理单位的叫法来处理这个代志。就是会使安尼讲，咱若讲要予今年赚钱。咱
每年收的钱，啊，咱歪算每年的，拢甲算今年。咱我头拄有讲过，讲咱啊有厝咧租人，租人五栋，啊，即五栋啊会提钱，拢甲算今年的钱，安尼今年就赚大钱嘛。啊，明年无收到就了钱嘛。啊，实际上袂使安尼做，但是伊即就是讲，伊要即管理单位啊，伊甲。伊这就是认为伊咧列销的是讲，哎，这是今年的收入啊，吼、哦，啊，过来，咱再来阁讲这个啊，挪用这个甲侵占这个，这就是往往啊，啊，伫管理上内部控制无好啦，啊，往往啊，啊，有这个情形，那尤其是现金嘛，吼、哦，现金。吼、哦，啊，甲这个啊，一般诶，迄个叫做动产啦，比如讲有诶啊，电脑啦，即个设备啦，有诶啊，拢会安那侵啊，有诶摕咧转去啦吼，啊，拢到尾我无效吼，好查，啊，即就从即个来讲，主要是。目标内底啊有两种，啊，咱内部控制是要来杜绝这个啊目标。啊，内部控制啊来缺失的风险，吼、哦，内部控制啦、啊、有这个通常啦、啊，咱甲讲啊有三种情形啦、啊，啊，第一种啦、啊。咱来讲这个啊，诱因甲这个压力吼，啊，内部控制的缺失的风险，啊，这就是伫组织员工伫工作上啊，受到这个啊那挫折啦吼，啊，甲对这个组织啊不满，啊，要来报复，啊，是讲有的生活较奢华。哦，啊是跋筊，啊甲啊买股票啊失利吼，啊有这个情形，啊拢有这个啊，甲你诶，算讲你不给费啦，甲你收入诶啊，那讲无遐济，啊支出咧较济。即马有诶国家啦，提倡虾米？有诶国家讲，人讲财产不明税，你诶财产哪遐济？安尼你爱家己说明，啊无你都有啊舞弊、有贪污诶现象。啊，我所知影，南非即个国家。伊即马阁推出有一个讲法，讲，因为你讲伊这毋是你的财产，啊，这是伊讲伊驶一个足好的车，伊讲这毋是我的啊，这是虾米人叫我驶？啊，伊讲啊，你住这间厝，哦，足啊，几啊亿个厝，伊讲这也毋是我的啊，啊，这虾米公司叫我住？拢讲借用的啊，借大个啦。啊，伊这拢毋是伊的财产，啊，伊无罪啊。啊，即卖南非讲要依照你的生活，你驶这台车，无管是人借你啊，啥物？你的生活，你都爱。支出偌济？你有这台车咧使用，啊，你爱算你的生活水准，你头有收入偌济？依照这个收入偌济来甲你扣税，安尼这个大家唔知了解未？吼、哦，那甲咱起码讲有一寡讲，纳税纳袂起的。
啊，是财产足济，伊爱生活足好。咱即马政府讲用限制啦，限制讲伊袂使坐计程车，袂使啊去做啥，袂使袂使去限制。啊，实际上即马南非有一种讲，看你的日常生活的水准，啊，会评估来甲你扣税。啊，有一款的吼，伫南非即马目前有咧啊推出，所以讲，咱就会了解讲，有诶，若要税收啊，真正较认真啊，啊，要做甲足好诶，我有可能都是后摆，就大家会较袂较遐强硬。你讲哦，你开一台车啊，几千万。哦，你住的厝几啊亿，诶，啊，你若照安尼算，你头有偌济收入，安尼你头爱纳偌济，不管你的财产是你的财产，啊是人借你用的，啊是迄个叫做啊公司互你住的，伊不管伊都依照这个你所使用的水准啊来。靠你的所得税，这个情形吼，予大家做思考啦吼，这，吼，第二个啊，内部控制啊，缺失的风险啊，第二步啊，就是机会啦。这个机会是，吼，是安怎？一般啦，一般，咱所咧讲啦，啊，你若有照制度安尼咧实施，可能机会就较少；你若无照制度来咧做，啊，就机会啊较侪。咱我有一寡例啦，都有这个情形，吼，啊，这个。所以讲，袂使予机会，拢爱照制度啊来处理。啊，袂使讲啊，这歹囡仔，因为这都是较好个，会要做啥？会关系人啊来处理，啊，就放予伊处理，吼，啊，就予伊去做，啊，这就予伊机会就对了。啊，甲咱第三就是态度甲合理化，吼，这安怎讲？咱塑化剂，咱塑化剂发生的时，因安怎讲？塑化剂发生的时，伊讲，我二十年，都师傅教，都照安尼做，安尼哪有唔对？伊这就是伊个态度的问题啊！啊，以前啊，无咧。讲我违法的，啊！我都做，我做二十年啊，做二三十年，拢安尼，啊，哪有啥物唔对？伊阁家己阁讲合理化，吼、哦，类似啊，这个情形，真济代志讲，实在伊都做唔对，伊认为讲，这是社会上的因素，我无唔对，讲一个。迄、那个特资会啦，特资会，伊讲啊，都以前都安尼咧领的，安尼钱，安尼领嘞，啊，那大家那咧收集发票，啊来报这特资啊特资会，啊这应该是合理的啊，实际上早期都唔对啊，吼，啊我的见解就是爱去，若要判刑吼。判重刑吼，出价厝的人，甲审计部门的人，出价的人员甲审计会计这人，爱判较重的。啊，拢无啊，迄拢无代志。啊，掠阿伯也算啥哈？啊，你啊，咱即马要讲即几个案例吼，予大家做参考啦。这就是啥？内部控制做了无好，
和这个人啊，这个李丽啊，这个员工和这个人啊，官啊，伊有差不多偌济？保管这个30亿个，拢和这个人咧咧处理，可以去卖，可以去啊去运作，无其他的人咧监督，内部也无控制。当然，机会来啊，袂咧落跑啊！这就是一个真大，予大家爱注意的，一定爱有制度，爱我有人控制，袂使即间予一个人尔，就30亿，咱讲啊，那个背叛哦，信任，伊讲即个袂歹啦，即都。足老实的，都予伊去处理就好啊！这就发生这個案件。过来，这个宝达掏空案，这是安怎？当然，这我有拢是做假销啦，做假买啦，主要伊就是咧发行。这个伊我是拢是掏空啦，这个当然这个有判刑啦，有判刑，那罚5亿，这个予大家做参考哈，咱过来搁看，这。咱就是安尼说明，咱今物讲来地霸，这是影响咱台湾足大足大的。掏空那是咱足严重的，咱员工伫这个案件内底啊，咱来246亿，这些拢到尾咱人民负担的。王佑珍走去美国咧爽咧，官员伊要走，搁去见啥？人去翕着讲，伊要走以前，搁去甲王金平再见。所以讲实在足悲哀的吼。好，咱过来看。这主要就是高层官收啦，加相互持股啦，加这个叫做啊，利害关系人不断的放款啦，加股东的迄个质押比例吼，加集团公司的负债的比例啊，关系人的交易啦，那么都过高了，金融监督专业不足还有会计师也不足的签证，这种有那么介绍上尾啊，要介绍这个美国我重大的舞弊案啊，所以因迄、那个众议院甲参议院的委员啊，提出这个议案，这对美国我足因讲近代上大的一个法案，咱主要的法案的重点啊，甲归纳起来。差不多四大的重点啦。第一个就是要加强管理当局的经营的责任。以前管理迄个叫做我来请做总经理，我也无啥责任嘛。若经营好啊歹，就分奖金发搁较
加薪济，啊，伊无啥物要做啥，啊，保证个责任。即马伊即个法案落啊，伊有负有即个保证个责任，吼、哦。啊，你即个你若是无正确，你爱负担，吼、哦。啊，甲加强即个刑责，有20年甲25年，啊，头拄啊迄个案例叶树辉啊。就判20年，啊！美国去发生了后，伊人人民讲爱20年。以前啊，迄、那个电脑发明了后啊，会计系啊，煞无啥人爱啦。伊讲我买一套啊会计系统来做就好啊。这个案子发生了后啦、啊，美国读会计的毕业的学生啊，薪水煞起大个，因为这个。即个头家啊，惊伊判刑啊！诶，头家讲，诶，我若做了无好，啊，伊若不实，啊，我就爱判刑，安尼袂使。啊，会计迄个内部控制，啊，请会计系佫一两个啊来做内部控制，吼、哦，类似安尼啦吼。啊，这个要做奖酬要规范，吼、哦，啊来禁止内部放款，吼、哦，这就是第一个加强管理，吼、哦，啊，即马。过来，第二点嘛、啊，就是内部控制要求。所以讲，刑啊，第一个管理方面加强，啊，控制也加强。伊讲这个要做啊，这个要做审计委员呐、啊，一定爱有一个财务有背景的专家啦，袂使拢财务。啊，唔捌财务，啊，过去看报表，伊啊，大家讲好，大家签名，大家登印啊，啊，就大家印啊，登个签名，啊，袂使，一定爱有内底最少有一个。啊，过来，咱这个啊，这个揭露啦，就是讲有些事情要表明啦、啊，那这拢爱，这个拢爱有负有这个保证责任，吼、哦，啊，甲这个负有相关刑责，就是执行长啊。财务长啊，对公司的报表，拢一定爱有揭露的。有啥物代志，袂使看有诶，干那一个科目唔知影，啊伊啊看这个啊科目起来，啊无要讲，啊到时啊发生的事，拢爱有这个责任。啊，甲要求啊啊管理阶对内部的控制啦，爱有啊。进行这个评估啦，拢爱有做遮。啊，过来加强会计师甲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哦，独立性。啊，遮啊有即几点。哦，啊，过来咱即马就是加强主管机关的监督。好、哦，啊，遮然后即个讲啊，三年来啊，拢必须遮公司的即个新部啦，拢爱个。啊，审查过啦，吼、哦，啊，甲成立啊，成立这个唔是营业机构啊，公关啊的公司啦，啊，这个监察这个委员啦、啊，这爱来做这个代志，尤其详细的这啊来处理吼、哦，啊，咱过来，咱就是最后啊啊。就是要建立一个政治啊高道德的标准的文化，吼、哦、啊，这是第一点。啊，咱就是讲要做建立最高啊程度单位的要做啊内部的风气吼、哦，这个要做出来吼、哦。啊，甲建立鼓励工作人员啊，所以啊，工作甲这个环境吼、哦、啊，这个。哈、哦，这个激励啦，哈、哦，啊，甲雇佣来适用的人才，拢要爱熟练啦，哈、哦，啊，爱有训练，爱确定这个函证，确认函证，这个函证大家唔知啥意思啊？拢爱阁查过啦，惊讲某甲欠啊公司偌济。袂使讲小铺讲啊，应收账款啊，欠偌济尔，咱必须爱发一个批去，予伊
邓英啊，佮嫁倒转来，这叫做咱叫做韩正啦，吼、哦、啊，这应该大家知影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哦、啊，大概啊吼，咱啊报告甲这个所在啊，我哪件大家有兴趣啊？啊，会使我参加来看这个网站吼、哦，有一个简易会计制度吼、哦，咱有这个网页吼、哦，我大家来参考啊，拉里拉扎吼、哦，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大家看有啥物问题无？啊那无问题，啊时间我差不多。做啊好啊，啊咱啊报告各家啊，感谢大家啊，感谢，谢谢。起立。起立。休困十分钟。